我帮这客人穿 look， 他是要戴无缝的环的，然后他几张，我们给他鼓励一下，你可以的啦。你要报店长吗？对，又是他，有觉得很怀念吗？没有，我没有看过。啊，真的吗？那你之前都不需要他，哎，这次特别紧张哦。没有，之前准备很久。会穿几秒啊？应该没有几秒吧。对啊，你怎么不能去刺到别人？刺到别人让你就多一举动，虽然赚到，但是那不好。真的。等一下，你看一下镜子，你想要更出来吗？你看一下。看一下镜子。我帮你穿这个地方，想要再出来。不会的，那地方这次凹进去的还不至于。要再出来点。这里的话，这样正面看得到。正面你还的是都看得到了。如果说，那再出来一点。为什么？在人群包围下，前三项选手一灯终于来到选择。耳朵很小。上千名民众几乎人人戴着冠军帽，真的吗？可是我不敢穿那里。头上也同样戴着它，当选当壮观。没有，我应该不会想要。礼物之后的造型琉璃上阵，一度领先，但准备挑大赛的帽子和接力灯。会不会我耳骨的神经很多啊？你穿耳朵的时候会很痛吗？不会啊，就一下就过去了。那个容易断掉，如果说你再用咻一下的过去，就会断掉。好，不会，你开始了吗？开始了。节目的魅力无法挡，不止全台民众为之疯狂，就连日前高雄市长韩国瑜来到顺泽公园，十几万人潮。不止如此，总统蔡英文也在十月中前来参拜，同样有大批支持者在场。啊，我觉得我要被拉走了。那不会怎么样？冠军帽主人来了，从公开会议开始，民众从马票到投票，见到不行，人气明显增加。高顶冠军帽风靡全台，当初带动热潮的冠军一灯亲自来到彰化还愿，未来还要继续带上他参加。快好了，快好了，冠军帽旋风持续发烧，过去就好。韩志新501继续拿走冠军帽，好，现在我觉得人都好看，可以看到李轩在旁边来引导这个流程。不过这几年越来越多庙会找来美女当女生，我有看到这场庙会八位的正位一字排开，而且大家穿着火辣。头上戴着古典法式，是蛮像仙女一样的，还被称为是神的侍女。外观太漂亮了，有一种就是仙女级的女生团。红外传两 A 组实心是万人气场。那么专业来做人不用担心了。我就很怕穿着特殊服装，一个比一个还像仙女，超级吸睛。特别的是，他们都是庙会礼生，每个人都是豹骨长裙加上白手套，头戴古典法式，站在神桌前神气逼人。整场庙会活动气氛瞬间温柔起来。主要的工作就是像这样接待贵宾以及献花货，看似简单，但除了要保持笑容，最辛苦的就是一站要站好几个小时。吹口条在外面这样，你比较不看得到。你看这样明显吧，然后你看，我觉得这样子比较明显。然后他不可能去勾当，因为他没有缝，所以你勾不太到。哦，你对我们店长不敬，把他推到地上。然后把他穿好的。这个应该疼痛感应该是还 OK 的，你那个针很利，我们只怕刺到自己的手。那个有点白白的是皮吗？不是，那是药。哦，我帮你上很多药，这样你好，比较快，比较不会去感染到。那德国的呢，我们用的是比较好的药，那个一条要200多块，你把黑点擦掉。我觉得出来一点果然比较好看。那正面看的比较看得到，而且那个就是它晃来晃去，这样比较火。啊，还是很紧张。啊，现在哪个大学啊？东海。东海什么系啊？美术。你妹美术？嗯。哦，你们美术系很多我的客人呢。真的？真的呢？不是，你去问那些很奇怪的洞，你问他看看。很奇怪的洞。哎，他们这是一些比较特殊的洞，他们几乎都是我穿的。我也有给你穿。哎呀。对啊。然后主修是什么？啊，你呢？还没啦，我才大一。没有，刚没有，我资管的。哎，资管的，那你是要在台北念了？哦，资管的话要学的东西很多，因为它一直在进步，然后你不学又用不到。对
粉丝就宜家雪。对呀、啊。哎、欸，你刚刚是关掉了、哦。啊，那人没在录啊、哦，有了。不要吓死我。还是有一点点。那个血液，那个地方血液循环比较慢一点，所以这是。